头前有告诉我呢，有告诉我们是嘛，我们也敏感，不可能空少的啊，不能打人，我们尖的那个空间没在打人，没人差的呢，这怕报纸，还怕报纸哦。陈大法官哈，可能就该说，啊，我老公今天去了打了金河海刀人，今天一直记得说在当初他就是给丢了电灯哈，所以美国还有美国，我也当了个后端刀人，可是公开好危险，我这个民主的同时，对咱的国。所以呢，吼，会当请一位新市长的吼，像阮台湾人的声音，会当带到这个美国的白宫，甲欢迎吼奥巴马总统安尼吼。即马，咱拄在说这，陈大法官，那个头就开始打拍火机了吼，谢谢哈。所以。想知道今天是要选择这个时间到三角公园来跟大家见面，是不是乌白无条件决定的代志？我再三的思考，这个所在住在咱高雄县。高雄市甲凤山三个所在的交界，其实大家拢了解，真出名的一个民族性的一个公园。所以选择这个所在，我唔能讲，其他来的人，大家对台湾拢感到的关心，希望咱台湾在外国的将来会变作一个。真美满、成功建国的国家，第一点，我们来各位简单说明，咱台湾和中国的关系。从今以后，车载车是唔通讲两岸，无两岸这问题。敢若有中国，敢若有台湾，台湾甲中国的关系，无文化的关系。伫台湾这个所在，不管你是虾米人，只要你认同台湾这个所在，大家生活富裕、幸福，会当过好日子。安尼，你呐，肯定的时阵，你就是台湾人啦。就是四百多年来啊，荷兰人在台湾统治三十八年，包括凤山、包括高雄、台南、嘉义，这个是啊，三十八年。西班牙在台湾统治十六年，地心公在台湾统治拢综合起来三代。二十二档，拢含中国无关的，台湾就起来，就起来。毕竟到国际，大家拢看得到地位，大家来听到讲台湾，哦，拢非常的敬佩。但是，完全统治台湾两百十二年，台湾过落去啊，过落中落去啊。即使要台湾这个所在。火啊，火不香啊！沙波人啊，无义啊！沙波人都无情啊！这就是完全把咱通敌二十几年、两百几年台湾过来落去啊！了后日本人来，伫台湾这个所在，五十多多年啊，台湾过起来。变作世界出名一个所在，当时中国是一个
出名人啊，按中国来个台湾参观的时候，看到台湾做了进步啊，惊一个啊！大家唔知怎样无？1935年，伫台湾遮举办一个博览会，当时台湾的人口拢综合起来，差不多500万的人名，400多万的人名，拢综合起来，整个会内面220万的人来参观这个博览会，把世界都轰动起来，台湾才出名起来。这是日治的时代，无记过1945年，蒋介石也是一团来到台湾了，台湾都落落去啊。但是好佳哉，蒋介石佮伊后生个政策，含中国无关的，而且，但是了后。但这两年来，所以这两年来，你有感觉你的生活改善无？你的子孙啊，事业有方便无？有赚钱回来，互你许大人给你养老无？现在那边呢，拢总是这些卖，这些卖。所以后年啊。2012年的时候啊，要选举的时候啊，千万不能够投票给一般投个半夜的人啦、啊。这个人你门口找无人的，这个人你门口找无人的，你看伊在走路伊通赢啊？我来按后壁看，我上好是三无人的，三无人。沙坡人的民族，沙坡人有沙坡人的幽病啊！哎呀，多多病啊！所以这个叫做是今年来去台湾啊，那这也必须掉了。咱是要讲金甲币，还是币甲金啊？恁大家安怎讲？我咧称呼伊啦，拢称呼金币啦。因为哦，金马意思你知，咱安尼讲，什么人查甫做头前，查甫做后壁啦。安尼是毋知有了解我意思无？没多少倍啦。所以，台湾若是要有前途啦，千万唔能按中国去搞社会啦。咱台湾含日本。美国、含欧洲去做伙，刚才咱会感觉较艰苦，因为惊咱的技术、咱的学问无够。但是艰苦无偌久以后，咱就远远超过所有其他进步国家，含欧美、含日本、含美国相像啊！台湾人走出世界各地啊，大家敢尊敬啊！